娱乐圈里面索女特别多绯闻噶，好似张馨予咁，又同潘双双话好老友，又同吴卓羲有亲密关系咁样噃。好啦，俾啲时间你澄清一下啦。因为那天和好几个朋友一起去啊，所以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一起去那个打牌啊，就很好玩啊，所以就一起去了。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后来会这样子，就也觉得也对他也 say sorry， 他真的是我的普通朋友而已。对，哎，哪里知道那个你认识那个林峰那个绯闻女友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媒体会说我和他是好朋友，这真的是他讲的吗？应该不是吧。其实算足就是见过两次，因为第一次两次，对，因为第一次面在一个活动上，大家都很远了，就是打一个招呼大家。第二次见面呢，就更就是稍微两个人说两句话的那种。对，所以根本就连朋友吗？没有留号码。